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位求助人，他来自河南。在他的记忆当中，六岁是他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。在他六岁之前，家呢是充满了欢声笑语，而他六岁之后，家就不再像家了。这位求助人今天要来找的这个人，正是他六岁这个重要节点的关键人。当时父母是特别宠我们那种，他就是我爷爷也算是独生子他一个，到父亲那一代又是我父亲一个，我们那儿就是我们姐弟两个，爷爷啊包括父母啊对我们就特别的好。那时候那种大米嘛很少，也比较金贵啊，有时候就是用其他粮食换一点，然后就放到那儿专门给我和弟弟做，就是比如有一顿我们两个吃的话，就是拿一个碗拽一点米放一点水隔水蒸，但是就是蒸好了，然后我父亲啊就喊我们，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地跑过来嘛，来有时候就是爸爸拦着我们，有时候就是妈妈拦着我们，然后就是爸爸来喂啊，一勺一勺的这样一个一个一提一口的这样吃这样喂。吃完饭以后一般呢就是我父亲会带着我们两个出去转一圈啊，然后就是把我弟弟举起来，两个腿一搭拉，就是我们农村说的拱家脖，然后就是手里拉着我就出去了。村里人基本上，你像我们两个出去，村里人也会说，就特别喜欢那种看着两个小孩子白白净净的，特别好那种。这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人叫做宋丽娜，她来自河南。他呢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呢还有一个弟弟，再加上爸爸妈妈，家里还有爷爷，所以您看看一家是五口人，当时是特别的幸福。你看我们两个那时候特别小，家里喂的有鸭子，他比较小一岁，老是我们去赶鸭子回去的时候，但是就是两个人配合特别好，如果哪只鸭子就是跑丢了，他立马就能认出来。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是蛮懂的，你随一群鸭子我还认不出来谁家鸭子里面有一只是我家的，他就能认出来。那时候就是我们村的周边那些小村他会演那种戏，就是我们河南那种曲剧啊豫剧的什么的，爷爷啊父亲啊反正他们就说会带着我们两个去，那时候听不懂就看热闹，看着人家在台上啊招呼来招呼去，穿得花花绿绿啊，啊回来也就是学翻箱倒柜的妈妈的衣服啊，啊父亲的衣服啊，反正就是什么花就捞什么，不管是单子啊什么的，然后都是穿上他们大人的鞋呀、衣服就往身上招呼，然后就是学那些戏里的动作，拿个棍子呀或者是唱啊什么的，就在那舞着。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最快乐的时间。是啊，您看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才是最快乐的，可就是这么一个又机灵又聪明的弟弟，却在一次跟妈妈回娘家的路上不幸丢失了。那一年宋丽娜六岁，她的弟弟刚刚五岁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之前说了，六岁是宋丽娜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而今天宋丽娜要来寻找的就是她的弟弟。六岁那年秋天，妈妈特别想家，本来父亲跟妈妈结婚以后他们也没再回家，后来就是妈妈跟父亲商量好几次说回去太忙了，最后商量结果就是妈妈带我们一起去了。后来就是有一天妈妈拿着爸爸给她准备的钱，带着我们姐弟两个收拾了几件衣服坐车就准备回到我那个外婆家。后来我们就是坐上车，可能那时候就是坐个转车啊什么的，印象里就是坐个停停两的。然后有一天可能是到了四川，也可能就到了湖北吧，我和弟弟那天就是
闹着玩，我记得我跟弟弟都两个就在地上滚，在一个应该是街上吧，我们在那滚。等我起来的时候，就发现弟弟不在了，然后起来就跑向妈妈，但是妈妈离得不远，然后就拉着我就在那个旁边找，可能问了别人都说没见。这个时候怎么说，妈妈就好像着急了，比较着急，拉着我就是奔着找就跑。那时候头发就是处于那种乱蓬蓬的，然后就是看见人就问人家，你看见有抱小孩的吗？看见人就问。那时候就是在妈妈身边特别害怕那种，我现在感觉就像是就像疯子一样，我们两个在大街上碰到人就问人家有没有看到小孩啊什么的，反正是看到小孩也会去看。再后来就是没坐过车，我跟妈妈两个没坐过车，就一路走一路问这样。我不知道现在说是算流浪啊还是算什么的，反正有时候就是碰见人家施舍一点，给一点吃的，或者留什么留宿一晚啊什么。那时候走了很久，也问了很久，反正一直没有弟弟的消息啊。就这样，只有5岁的弟弟不见了。母亲当时非常的着急，第一时间到处去寻找，但是啊，哪儿找得着啊？妈妈太急了，哎呀，这两个孩子，你说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天天抱着背着，一点点养大的，说不见就不见了，您说哪个妈妈能接受得了啊？最终呢，还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这娘儿俩才顺利的来到了四川外婆的家里。到了家之后，外婆一看，哟，这小孙子不见了。坏了，也着急了，所以赶紧报警，然后呢也是第一时间给宋丽娜的父亲写了信。那个时候呢，宋丽娜妈妈的状态稍微好了一点，所以她白天出去干活，干完活就赶紧到处转悠去找弟弟。没过几天，宋丽娜的爷爷和爸爸也赶来了四川。爷爷带着爸爸啊，反正他们两个过来了。我那天其实挺好的，后来吃了饭我出去玩，他们就是可能在屋里说事儿吧，应该是又过了2天，爷爷跟父亲带着我说带我回家嘛。那时候也有意识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去，是可能父亲跟爷爷开始就是含糊其辞那样，后来就是说我们先回去，回去以后妈妈再回来。然后我们三个回去以后，基本上爷爷跟父亲不怎么再提这事，那时候小也不太懂，就是想着妈妈应该会回去啊。对啊，就一家人那时候没什么理由不信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们三回去以后基本上没说妈妈就是这个事儿，有时候会问他们，也不怎么说，可能就说妈妈不回来或者怎么说。有时候爷爷也是跟父亲会问弟弟的事儿啊，就是弟弟真的丢了吗或者怎么呢，反正就是这样一遍一遍的确认。您看看，本来一家是幸福的5口人，就因为这次意外事情变成了3口。小时候啊，宋丽娜一直觉得妈妈可能过一阵子就能回来了，但是看着爸爸爷爷的反应，她慢慢的意识到妈妈不会回来了。小当时啊不太理解，所以也就跟爸爸闹啊，说要找妈妈找妈妈。而随着她一点一点的长大，她慢慢的意识到，原来就是因为自己弟弟的丢失，让爸爸妈妈之间产生了隔阂，产生了矛盾，所以爸妈就这样离婚了，而妈妈呢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慢慢的，对这样的情况，小宋丽娜也只能接受了，家里
只剩下了爸爸和爷爷和他一起生活。那时候回去以后就是家里特别冷清，我父亲跟我爷他们也两个可能会谈，但是每次就能听到他们那个哭声，那时就是生活特别压抑啊。想啥哭啊？不什么哭啊？那喝了我一把苦了没？都哭，那哭的会就多了。这一年，妈妈不在身边，爷爷和爸爸也整日以泪洗面。小宋一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有的时候她就只能默默地待在自己家的角落里。祸不单行，就在弟弟丢失后的第二年，他的爷爷被查出患上了癌症，没过多久也病逝了。您看看，一开始是幸福的五口之家，后来变成了三口人，现在呢只剩下小宋丽娜和爸爸两个人了。那个时候小宋丽娜知道，以前那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以前我们家都是过年也特别热闹，一家人吃团圆饭，吃了我爷爷或者父母啊给我们一角两角这样发压岁钱啊什么的，我跟弟弟会给爷爷磕头啊，给父母磕头啊。你现在这样就剩我和父亲我们两个，我爸那时候可能就是唯一的责任，就是现在他觉得他就是必须要把我养大。实际上我爷离开我们以后，就是后来的几年里我爸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可能就40几岁吧，已经患脑血栓，他把我托付给那邻居嘛，回来就跟我说那头上扎了多少针，然后就是每天下午我去会跟他端药啊。那时候就特别怕，那时候实际上已经知道，已经感受到那种必须相依为命，只能相依为命那种。父亲也不容易，为了能够把小宋丽娜拉扯大，可以说啊是吃了不少苦。他一边要种着家里的几亩地，一边呢还得抽空四处出去打点零工。黑到这个人小还烂了我坏的心，是不是啊？还得喂他一会儿，是不是啊？那是经常把我又是背着，一会儿光脖子的。那往那农村又那装上长鞋了，那换上背着，一会儿光脖子的，那也弄不了，是的。有的时候爸爸一出去干活，就是两三天的时间。而那时候呢，刚刚8岁的宋丽娜也已经学会了煮饭。您看，小小的宋丽娜，因为弟弟的丢失，因为家里一系列的变故，迅速的长大了。我记得我上早自习，可能3年级的时候吧，早自习回去，我爸在地里割麦，然后别人家回去都孩子们回去都吃早饭，然后我家就是我父亲还在地里忙，我得做饭给他端去。那时候可能小也不懂什么，就去做那个稀饭，然后就是你要去上学嘛，然后又要送饭，就特别着急，谁滚就水开不太长时间就成了，然后没菜嘛，就那时候还不太会炒菜，凉拌菜有什么拌什么。我记得那天就是拌那个豆角，我父亲爱吃辣椒，就豆角辣椒一起拌，盐然后醋，然后就是有麻油，放麻油这样，反正就是放了搅拌，拿两个馒头往上一放，盯着那个半生不熟的稀饭就送到地头去了。那时候实际上我父亲吃的时候还是挺乐呵的，也没说我，就是乐呵呵的嘛，就只是吃了以后就是告诉我，反正就是不管什么饭做得好做得坏嘛，做熟了就行。
父亲本来就不善言谈，自己的儿子丢失之后呢，他的话就更少了。但是看到女儿这么懂事儿，哎，父亲心里还是特别的高兴。但是啊，他嘴上还是不会怎么说，所以能做的也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做一顿他爱吃的饭。可能弟弟不在啊，他把那个喜欢寄托到我身上吧。反正每次我觉得有什么好吃的，他，我们两个人本来都能吃一点，他反正就是不吃，到现在他也有这种习惯。不吃留着，就是如果我喜欢吃的话他就不吃，留着哪怕我多吃一顿。记得那时候有时候考试成绩还可以，他就会去炒肉，买一块肉回来做了给我吃。慢慢的，小宋丽娜长大了，她能够照顾好自己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宋丽娜就发现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托付给邻居照顾，然后呢，以打工干活为由，一走就是个把星期。一开始啊，宋丽娜想着父亲是要出去，想多赚点钱，没太多去想。直到有几次，她发现爸爸走的时候啊，这个情绪还是好好的，可是回来的时候呢，情绪变了，特别的不好，低落，而且整个人精神状态也特别的蔫儿。村里人也会说啊，你爸又去找你弟弟啦，怎么怎么的。那时候可能就是知道啊，爸每次出去找弟弟啊，有时候也抱着希望去，好像听人家说哪儿哪儿啊。那时候我们就是说抱养个小孩子呀什么的，就是有小孩子，或者反正是听一段风吹草动他就会去啊。我爸爸就是这种听到一点消息就出去找这种状态，可能十年，可能更久吧。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啊，然后失望着回来。我有时间是冒着的，有时间是在那说，有个事，咋着啥着。当然了，有时候还不是的，不咋的，那跑远了，跑相反那的去了，这个还有武汉那边，那都去过。从爸爸种种的表现，宋丽娜知道了，其实弟弟在爸爸心里一天都没有丢过。这么多年，爸爸是又当爹又当妈，照顾自己，而且心里还一直惦记着丢失的儿子，所以爸爸心里苦啊。宋丽娜小的时候能做的就是给爸爸做顿饭端杯水，而慢慢她长大了，她也知道了对爸爸最好的孝敬就是能够找到弟弟，让爸爸从丢失儿子的痛苦中走出来。所以宋丽娜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，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，她一直也是偷偷的攒些钱，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到处去寻找弟弟。帮着爸爸找弟弟这个想法落到行动上，其实也是一次意外。这次意外让宋丽娜不敢再等，不敢再耽搁了。我记得可能是在一个冬天吧，下大雪啊。那天晚饭之后他就应该还在吃着饭啊，不知怎么的就扑腾一下子就倒地上了。然后我很害怕，那时候真的特别害怕。那时候就是把父亲那个头上垫了个东西就去叫邻居，然后他们把他送到那个医院，好几天吧。脑血栓，爸爸当时可能就40几岁吧，挺年轻的，那时候还好，年轻恢复能力又强一点。但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我就要支撑着两个耳朵，怕，特别怕。有时候因为就那时候开始起，我父亲那个就特别容易晕倒，有时候冬天他起夜也会晕，所以那时候睡觉就是特别机灵。有一点就是晚上他起来只要他有一点动静，我就要听着他就是安全全的就是回去，
回到床上去睡觉啊，才放心。那时候就老想，爸爸好好活着嘛，长大后我就有能力去找弟弟。我觉得只要爸爸在，我们就是有希望吧。正是父亲的这次意外晕倒，让宋丽娜知道了找弟弟这件事儿必须加快脚步了。当时啊，她是在广东的工厂里打工，从十几岁开始出外打工，一直到21岁成家。这么多年，宋丽娜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弟弟。到了后来，父亲年纪大了，身边也不能离开人了，所以宋丽娜呢就回家结婚。再后来，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当父亲看到宋丽娜的孩子之后呢，久违的笑容才又出现在老父亲的脸上。宋丽娜心里知道，爸爸这是把对儿子的想念、对儿子的爱都加在了自己的外孙身上了。宋丽娜也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个家真的只有自己的弟弟回来了，才能真正叫家。那年我21岁，经人介绍跟我老公结婚了，后来就是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感觉就是那几年父亲就是开朗了许多。我们那儿过年挺有气氛的，你像我跟我父亲在家的时候两个人过年冷冷清清的，但在我婆家头不一样，每年大年初一全村的小孩子他就会集中到一块儿，每家挨年挨家挨户的拜年。我记得那年就是我们四个，就是我和我老公还有我两个孩子，我们四个出去拜年，我公公跟我婆婆他在后院守着，然后我爸就是在我新修的房子前院守着，那些孩子就是过来嘛，说那个新年快乐喊爷爷什么的，我父亲就特别高兴啊，桌上准备那瓜子糖啊什么的大把大把的抓。那时候其实真的挺高兴的。我父亲就是属于那种没有文化不善表达的人，但是像对弟弟这个事儿他心里一直都在。有时候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一辈子不能忘的那种。他就很希望，其实我们就是一样，非常希望这个家能团圆。我就是非常非常渴望能找到弟弟啊，所以我带着他就是到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来报名。我希望非常渴望能见到我的弟弟。接到宋丽娜的求助之后，我们也立即联系警方帮助她展开寻找。接到求助之后，我们第一时间调取了当年的报警记录查找线索，同时我们也采集了父亲宋海军和姐姐宋丽娜的血样，将其入库比对。经过采血比对，警方呢是在四川江油找到了一名男子，他的血样初步比中，所以第一时间警方也是对他们双方又进行了复核。那么这个男子究竟是不是宋丽娜的亲弟弟呢？弟弟，我希望你回来。爸爸如果见不到你，他可能就是他一辈子的痛吧。如果找到弟弟，我觉得我这个家就在，我这个家就回来了。你们好，我是登州国巡警团的警官，我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肖振宇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他就是你的亲弟弟，就是失散了37年的弟弟宋宗林。
就跟母亲嘛，陪姐姐在一起。当时我不是贪玩，好像跟玩都走丢了。然后回过头去看，都看不见人了，都不知道在哪里了。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时候就站在那里。这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那个养母就看见了。当时说要找妈妈，找妈妈，然后回头去找，对，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天都快黑了，那时候，然后他把我领回家了。当时有个邻居说他看见了，然后在大，他说在哪里碰见过的，然后回头去找，跟我现在这个养母去找，他也看不见人了。根据弟弟的回忆，当时啊，他是和妈妈、姐姐分开之后，遇到了好心的养母。养母呢也第一时间报警，也跟村里的村委会啊去商量，说该怎么办呀。不过啊，他们一直等了个把月都没有人找来，那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啊。所以后来养母呢就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，把这个小男孩收养在了自己的家里。这些年来，养父母和村里人也一直都在帮他寻找亲生父母，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。这么多年，养父母呢对他很好，而现在呢，他是在宁波工作，已经结婚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今年他得知可以通过采血方式来寻找家人，于是就第一时间赶去了派出所进行采血登记。这一刻，他们是幸福的，是团圆的。多年后，弟弟回到了自己家人的身边，所以在这里，我们也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幸福。